好久不见，我要来分享一个还不错的商品，就是我最近购入的一个，就是黑松露的那个洗发精跟沐浴乳。那因为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已经深受了掉发的困扰，然后跟发尾啊掉得很糟糕。我现在拿下，就把头发拆下来给你们看。你看我的发尾，其实该断的啊，都断得差不多了，而且这里呢又秃头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来个求救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再掉下去我就完全没头发，对，而且就吸成这样子也很夸张。那这个呢，它的话呢是14天有感，然后它里面它有就是让你可以强韧你的就是毛鳞片，然后它无细鳞，重点就是它可以不再让我的头发打结，因为我每次洗头用的每一个洗发精，整个就是头发打结啊，然后整个就是梳不开，哎，如果硬梳就是一坨的头发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跟你们说，这一款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它是来自于希腊哦。那我等一下会使用它，那你们稍等我哦，跟我一起进那个化妆室，就是我们的，那我要洗头给你们看啦，待会见。那我现在已经把头发冲湿啦，那我跟你们说一下，黑色的话是洗发露，白色的话是沐浴乳，那我现在要来用黑色的松钻 黑松露的那个洗发露，然后挤出来是这样子的颜色，然后大概因为我头发我需要用这样子的量，这样子的量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开始洗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先按暂停，我先搓泡之后呢再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啊，我现在呢已经开始搓泡了，然后它的泡泡其实也蛮绵密的，有没有？就是它不是像很多那种泡泡是非常的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，总之就是它这样子整个就是包覆，而且感觉就是头皮有做那种 SPA 的效果，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洗完就是洗的时候啊，你们看在洗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手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头发直接不打结，因为我之前有洗过的洗发精是整个就是洗啊这样子搓啊，然后用下来的时候是我的手指会卡在这个头发的里面，所以我现在也尽量按摩我的头皮这样子。那我等一下冲水之后会让你们看一下它有多顺这样子，因为目前这样子大概洗完了。那我今天的介绍是就是只是介绍洗发精，那沐浴乳我就先不介绍了。好，那我要先去冲头发咯，待会见。洗完啦，那头发其实你看还是湿的，那重点啊就是你们看哦，就是非常的有光泽感的，有光泽，超级有。然后我刚刚整个这样子洗的过程中啊，我头上还在冒烟，我洗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掉发，而且呢它这个压头啊，就是这个头就是跟一般这样子按压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，这样子也比较方便，因为是这样子挤下来的，所以非常真心的推荐它。那我刚刚也有用他们家的沐浴乳，整个就是让自己就是洗 SPA 咯，那就希望你们会喜欢咯。